结果俺嫂子从他们娘家带回来的鸡子，叫我拿回来一只，就这俺妈算是找回来事儿了，说这一只还不够吃的。你哥不让去吃饭，咱今儿吃炒鸡儿。不吃炒鸡儿啊，大，你给这拿平房去养两天算了。你死你子是不是给我对着干的？不是那，咱有个啥了去？啥给你对着干的？那你挣着钱少，吃着你光好吃。你要恁听的你的，叫你放你能放，啥去跟你？再问你听着吧，那你是说的对了。那大，你赶紧拿平房去吧。那要不然鸡还能不能吃了？那你都不吃？你来。我跟你说，你到这边光对着我干是啥意思？你给我说说。你哥也是我对着干，你也给我对着干，是不是？谁给你对着干的呀？你搁这吵吵去吧，俺俩上屋去了，我要冷这事儿了。这俩橘子你都不让吃，你哥不让去，这没啥橘子你都给他放了去了。咦，你别管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那个，你试试你的，我听着，哎呦，这回咋的？那鬼孙两干子，你要是干子啥时候能吃了？啊，愿意吃你吃，你不愿意吃你不吃，还提了。你回来给我拿点好东西吃吃。你别吵吵了，怎么着？我要不动啥，他要给我拿啥，是不是？吵吵吧你，大，你这鸡子你可得卷好啊，别叫俺妈偷偷拿成溜了杀了。中啊，我得卷着点，好算。中啊，那你搁这卷吧，我给剩下的火烧给俺婆爷拿过去点。中啊，那你能拿去点吧，下雪天恁婆爷出来不方便。嗯，可是的，那我去了啊。你走。嗯。婆，哎，咦，你饭都做中了？啊，外甥女来了。啊，咦，给，这不是这两天下雪了吗？你从路上也滑，给俺哥他们烧火烧的时候，顺便也给你烧了点。哟，都买这些啊？哎呦，没事，慢慢吃嘛。这过年的。你给我提前炸了，咱都是一家人的。哎呦，还是俺外甥女的，天想着我的。哎，恁妈都想不起我。哎呦，都别提他了，提起来都生气的慌。这路上袋子烂了，给你换了个袋儿，到时候你等会儿放冰箱就算了。啊，那我先回家了啊，你先吃饭吧。那你走了。嗯。走路慢点，话。嗯，是的。哎，中，那我先走了哈。啊。嗯。